大家好，我们雪莉一家，我们今天来到釜山看樱花喽。对啊，这边现在是叫做山的生态公园，然后蛮密的，就是樱花。可以看看喽。对啊，超密的。虽然是夕阳时刻，夕阳时刻看樱花。对啊，夕阳时刻风比较大，但是没有到很多。整个步道都是樱花，不过你可以看到地上已经很多掉落樱花了，所以这时候其实已经掉的有一些严重了。不过可以看到树上来的樱花还是也是不少啊。这个步道两岸全部都是满满的樱花，漂亮。继续往前看一下，这个生态公园真的太漂亮了，这个步道。对啊，你如果是日落的时候来啊，可以看到夕阳，很美。现在夕阳就在我们的后面，你看地上已经很多的樱花的掉下来的叶子了，所以如果是上礼拜的话，应该会更多。我们这时候来已经算是樱花的结尾了，我的也是蛮多的，好美哦。刚刚看完三乐公园的樱花，我们现在去吃人参鸡喽。吃完人参鸡就可以回饭店了，晚上没有行程，走吧。每间人参鸡我们不太一样，像这个它就是有个面线，可以加汤里面。那我们上次吃那间就没有。泡菜多吃点。感觉吃起来不太像一般韩国泡菜，不辣对不对？辣吗？不会辣，好像是辣酱加那个生菜的感觉。它是有些是工厂做出来的，他们这家是自己做的，哦，所以会跟味道不一样，有点差异的。对对对，好，哦，热乎乎的还在滚呢，对啊，超酷的，面一下肉，对啊，面下去再烫个汤就可以吃了。上次真的完全没面了，上次是里面有塞那个糯米，这次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糯米。有啊，一定这一定都会有糯米，然后就把它拆开来。人参酒搞里头。肉直接沾盐巴吃啊。刚吃饱，现在去饭店喽。我们这两天住的饭店 ，Urban Hotel。好，我们的房号是810。边间呢，感觉搞不好是很大间的，看看里面长什么样子吧。嗯。真的，边间好像是很大间呢。哇哦。边间会有这种落地窗哎。对啊，有个落地窗。以韩国来说算是不小了，两个单人床，冰箱里面有两瓶矿泉水，然后有快煮壶，基本配备都有。它大便跟浴室是分开的，大便跟浴室，我洗碗洗完了。哦，好，它的厕所跟淋浴间是分开的 ，OK 啦，干干净净的，空间也够大。一天不到2000块。我们把床并起来。啊？为什么并起来？这样很好啊。我想要并起来。你要跟我一起睡啊？很奇怪你。求我啊！而且刚好，因为我们这边是边间，所以整片的落地窗可以看到大马路，隔音还蛮好的。然后这边的算 location 非常好，下面的便利商店啊、屈臣氏、药妆店通通都有，很方便。Oliver Young， 等一下下去逛逛吧。明天早上台湾时间7点就要出发去看樱花了。
你今天要好好休息，不然明天没有体力了。Good night， 今天影片到这边了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，拜拜。